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B 啊，然后好久没发片了，今天来玩一款新的游戏，在封测，然后这个游戏呢叫做爆弹少女，应该吧？好，然后封测呢，它有，我看一下哦，这里还有公告，公告。好，我们公告里面可以看到呢，叫做送金条哦。公测不是封，我说错了，封测的时候，你在封测有玩，对，然后他公测会给你金条，然后水晶三十个，对，就这样子，然后就会三档，所以说这只是认识而已。好，第四个是怎么样？哦，付费水晶，好。然后这游戏的玩法大概就跟怪物弹珠差不多，我打一次给大家看。然后这有加入，对，我点到这个了。它也有组队，你可以跟 LINE 连接，或是跟网络上的人一起打。我随便打一关好了，这太难了，打一点简单的东西，你比较少听。像好多活动哦，进化的啊，这是每天都有。好，我们去看上面活动，剩几个小时的，这个，啊，体力不够不能打。冲突哦，就是一般的那个等级这样子，好，这样子打死掉。好，我们选一般关卡。刚开始会有教学，我们选个角色，选强一点的。嗯哼，这个就是黑铁零二，男角，超帅的。玩法其实有点跟怪物弹珠不太一样，可是类似。走吧，拉普拉斯，拉普拉斯，拉普拉斯，好像是一个游戏。这游戏也是有剧情的，就跟怪物弹珠不太一样。好，北极星鸟说，看来是度过危机了。好，妹子，有没有语音啊 ？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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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很特别，开始就这样弹。我刚才那个呢是冲击，应该吧？突破哦，这只角色的属性是不是属性？它算是该怎么讲？像怪物弹珠有反射跟穿透，它像是有一个多一个突破。对，突破就是可以中人，像这个就是穿透。他有拳击是什么？爆炸，这是反射的。这样子好了。OK。很强耶！我觉得突破型的角色都很强，因为他可以一直打。boss 出现啦！好，来亲！等下 boss 是下面那一只哦，后面 boss 是这只。哦，舒服！我要攻击。还要变图案。好打！
哦，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，超强！Stage clear， 这大概就是这游戏大概就这样玩，对。然后可以推荐大家去玩哦。真，哇，又升等了，加个好友，章节完成，耶，啊。大概是这样子。好了，如果对这游戏有兴趣的呢，就在影片下方留言，然后留上。也没办法，该怎么加你们赖群呢？好，反正如果想玩这游戏的，我会在影片下方贴上我的。啊，算了，你们就去玩吧，反正总会有办法的。然后这个游戏好像跟高赞助一样，可以刷击败，这边有。奖励有宝珠这样子，钻石。所以说呢，如果之后有机会的话，我们来刷个羁绊也是 OK 的。好，啊，我顶多在影片下方留上我的 ID， 然后你们可以去加。好，大概是这样子。啊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，请按个喜欢啊。想看更多的影片的话呢，或是想看我拍什么，请到影片下方留言或是订阅我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是 PP， 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